没，但你说我要上色彩，你就没差。你哦，说我一个木杆，你插着之后嘞，你都没办法上色彩。哦，即如果染色就最后尾染完你要先说擦。我要上色彩就大，还有一个在插嘞，没插成咁平啊，整整齐齐，系咪？哦，即有啲长，有啲短。你唔可以读到呢边来，高低。你唔可以读到呢边来啊。那你一边走过来了，你还插到呢度，然后往下插大了。然后你才看到里头把的通嘛，你插到里头的不通了吧？塞住咗。哈哈哈！你里头又还咁平，你看你睇到系咪？系咪呢些你看就更立体了，系咪？一片好方方，里头就还咁长方方。哦，喺里头还咁一条，然后斜着下来。哦，这个在中间。然后一把，然后拉下来，好吧，因为可以一个人在里头，人的影要拉下来，就是这么的。那些呢，也还一样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好吧，就还这么画就没问题了，画。染完色先擦，我知道，都可以。你说我画远了就得。哦。你说我画远了没问题。哦，如果你想颜色就唔好啦。上颜色是最好。哦。呢些冇问题。嗯。呢些得啦，冇问题。所以要擦出来，像呢个有长有短就得咯。冇问题，要在呢度一写字就得咯。咁我唔想颜色咯，因为我已经擦咗咯。和你呢个上咗色彩两滴。我觉得是的。那有时候就上色彩，上色彩一直在用色彩擦下去。咁老师，如果好像线面咁染又点样？一样一样一回事，一样。一样咯，你唔系呢度深啲，呢度浅啲。系一样啊嘛，一样。即系你当系呢个系一幅画，就唔系当呢张纸系一幅画，系咪？我谂过噶啦，出边呢啲就唔使染噶，染就系染呢个范围。呢个上面系啊系啊，就喺呢度噶咋？你就真系当系呢个一幅画。因为呢个深呢个浅。因为你染远了之后，好没？嗯，你做灭东西的时候做的时候呢，还按照腿怎么走出来吗？好没？你旁边那些没用的，好没？转什么了？这真系染，就你走了，一边。你转了，刷了水，把水蘸出去，你染里头那些不会走出去，你放心。哦，不会走出去，一些你没问题啊。好没？那些就是在上色彩的当中，你刚才讲像那个就是哈天，哈天一个水流走下来，水流啊，咁个颜色就要娇啲嘅咯，个绿色绿咯，夏天啊，那你这个色彩深的小小，那佢的色彩反到呢度来，佢又深起来，那你一深起来后，你。蓝天白云，那个蓝绿水青青淡绿，这些的都要有反光环境。嗯，这有一点绿色。没问题啊，这个就可以，天往里填就没这个。哦，你画着可以遮住回答。嗯你遮住有个窿，你想。往你都画佢就唔得，唔自然噶。画得知咯，系咯。我又睇下佢画老师嘅画，觉得佢点画嘅咧？画咗屋，然之后啲山都系一样，画咗屋先至山。系啦，即系你。当然啦，你先画咗佢呢个冇得摆啊。一有老师话嘛，有东西先就一定要画东西先，东西啊嘛呢啲系咪？咁然之后先至画树。喺度画画呢些嘛。系啊，嗰、那个程序唔错得噶，一错咧，一错就会佢唔喺里边噶啦。那你这些呢？